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战，我现在就要接受南都娱乐的快问快答。肖战，震惊哦，哇哦，坚果，好像是坚果哎，我上次回家好像是坚果的地位比较高。这是概率问题，好吧？生命，我不发朋友圈，基本上，除非我有时候觉得说特别想发，特别想发，我才会发朋友圈。事业型吧，事业型，嗯。我去，蜘蛛侠。太多了吧，然后什么水煮鱼啊，水煮肉片啊，水煮牛肉啊，就川菜都可以。很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潜水，但是其实也没有不敢，就是想做。哇塞，这你们太过了，我想想哪个更不能接受是吧，当然秃头啊。昵称战战，会，就是大家觉得我的签名很像有钱，那就有钱咯。财神，对。十年之后多少岁？38。嗯，十年之后，祝您事业有成，事业有成，一帆风顺，嗯，开开心心，幸福美满，好。就是你们很好，特别喜欢你们。我觉得就是他的善良，然后他的坚持，我觉得这是最打动我的地方。他一直在坚持做他觉得正确的事情，就算哪怕是被世人所唾弃，所不为理解，他也在坚持。那个其实是我。那个其实是我第一天跟师姐见面，就跟师姐的扮演者宣露见面，然后我们当天下午就一起在围读，就围读到那一段江城失去金丹，然后我就跟师姐说，我说这一切会不会都是真的像于夫人说的那样，是我的错，是我造成了这一切，然后就是那一场，然后那一场就是我跟师姐情不自禁，就两个人就哗哗哗啦啦的，其实师姐那边没有拍到她那边，师姐那边也是泪流满面，就是那种感觉很微妙，其实就是挺微妙的，就两个人的那种感觉到了。其实我觉得穷奇道那一场挺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当我看到温家人，然后包括温宁，然后被残害之后的那个反应的那个愤怒，其实那一场其实挺让我印象深刻的。然后还有一场就是师姐在去世的那一场也挺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一场是其实拍了两次，第一次拍的时候也是等到凌晨5-6点的时候，他们需要那个日出的那个暖光，然后所以就是等到了凌晨5-6点。第一天拍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不够，所以我主动跟导演说，说导演，说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次，然后导演就是觉得说 OK， 尊重我的选择，然后我们再来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觉得明显比第一次好很多，因为各种情绪都调节到位了。其实我周围朋友更有意思，然后直接问我，哎，你用什么眼药水啊？怎么这么自然？其实就是，你现在叫我去回想的话，我觉得我只能说当时投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投入到那个角色里面了吧。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在理解哭与不哭这个事情的时候，跟导演也争论了很久，就是说魏无羡是不是这么一个要哭的人。但是后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因为呈现成三次元，呈现成一个鲜活的一个人物到观众面前的是演员本身，演员本人，所以跟着感觉走，你觉得他可以，
他在这个时候他经历的这一切，你能跟他共情，你能感受到他经历的这一切，你觉得需要让观众看到，那你就做。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比较感激导演跟制片人的一点，他们会给演员自己一个空间，然后一个意见。所以我觉得你要问我哭戏怎么能哭出来，说哭就哭，其实并不是说哭就哭，其实是因为那个情景他需要，然后我认为也需要，所以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呈现。其实有，就是才杀青那段时间其实有一点点就是不太能走得出来，然后后面就是朋友就是说，哎，那你出去旅游啊，走一圈啊，放松一下，然后渐渐的就会好一点。但其实我觉得最快的出戏方法投入到下一个戏，你就会立刻进入到下一个戏的状态里面。我觉得会，就包括我跟一些朋友见面，包括我现在跟陈静令的制片人见面的时候，杨夏小姐姐，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她也会觉得说，哎，你好像变了，你好像不是我们在拍陈情令的时候那个的状态了。其实我觉得说，所以每一部戏不同的角色都会给这个演员造成影响，就是那个状态那段时间你就在这个角色的状态里面。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在想这个可爱的度它到底在哪里，但是其实我们想的是，既然它有转变，三个转变，我们就做到极致。当然我承认可能因为毕竟是我也是一个新人演员，然后所以大家对我指出来缺点我都接受，包括我现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我现在好像如果让我去演前期的一个少年，一个无忧无虑的状态的时候，我可以更好，因为那个时候毕竟经验可能没有这么的成熟，然后所以在表演上来说确实会有一些缺陷。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尽力了，这就是我努力之后的结果，所以大家看到的给我的好的评价不好的评价我都接受，然后改善呗。其实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挑战，就包括他在少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皮，然后思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跳跃，就是你跟他说 A， 他可能已经早把 A 抛在脑后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古灵精怪的一个鬼马的一个角色，要怎么来演绎他？而且这种其实我们当时跟制片人讨论，就是演不好就会油腻，就会让观众觉得咦，好，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讨论这个度，怎么讨喜，怎么能让观众觉得哎，他还挺可爱的，哎，我喜欢这个角色。这是我前期的一个点，到后期之后怎么能让观众觉得他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又不突兀，是一个有阶段性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转变，而不是说我前一秒还在无忧无虑然后哈哈大笑，到后一秒马上变成一个特别厉害的老祖。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怎么来把控，怎么通过一些小的眼神来过渡，其实这也是我的难点。包括到后期其实老祖的时候，我有想一个点，就是前期的时候魏无羡我跟别人说话，包括我跟师姐跟江城跟蓝忘机说话的时候都是直视他们，因为少年就是这样，不会有心事，我对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到老祖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内心已经怀揣太多的东西了，没有办法说，这是一个被迫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他那个时候看人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是通过斜视，我不会正眼看你。比如说蓝忘机出现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斜视他，或者江城出现的时候我都斜视他。唯有师姐那段时间，让师姐一直在就是在戏里面都是鼓励无限嘛，都说别人都在说那你为什么不配件，师姐其实也会说很厉害，我们家羡羡最厉害了。包括到后面羡羡觉得蓝忘机其实体谅自己之后的眼神的转变，从一个不确定没有安全感的斜视然后到直视，其实这些小细节其实都是自己在表演当中一步一步自己去体会的。天赋，我当然想说自己有天赋，但是我觉得说
大家回过头去看我以前拍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稚嫩，可能那个时候更加稚嫩，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呆呆萌萌的这样一个懵懵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天赋跟灵气我很想拥有，但是有没有我自己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想说的，每个演员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希望大家也给新人演员跟给我们这种新人演员一点成长的一些鼓励吧。其实我也是从一个刚刚开始拍戏的时候，一两年前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状态，然后到现在稍微有一些理解力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反正我不是那种一步可以达到这样状态的演员，所以我觉得可能天赋灵气跟努力都需要吧。嗯，我觉得演员的基本修养其实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包括表演。其实我现在看到大家对可能新生代的一些演员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就是演技可能没有很好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说其实至少我看见的，包括我和我周围的一些年轻的演员，其实我们都是很想去做好，都是有努力的去从事这个事情，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在我们这样新生代的一个演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冲劲儿跟努力，然后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